当时您在那个弟子扶助开示上说过啊，佛理和佛法的区别哈，就是佛理是那个人生的哲理，佛法是对人生的认识。弟子比较愚痴，不是很清楚，一直以为佛法佛理是一回事，请您具体开示一下好吗？你再讲一讲我怎么说的？您当时是说佛理是人生哲理和道理，佛法是人是对人生的认识。然后我问了几个同修，他们也不是很清楚，然后让我请教一下。佛法是吧？佛法是人生的哲理，对呀、啊。你想想看、嗯，佛的方法教导我们好好做人，教导我们好好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嗯、教导我们怎么样懂得伦理道德，对不对呀、啊？嗯。怎么样顺着天。啊，去做一些事情，就是人家说如理如法，是不是呀？嗯，这个是佛法。那么还有、佛第二个是什么讲的？佛理是什么？是你的一种理解，你对佛法的理解，你对佛法理论的一种理解，是促进你思维转换的一种根据。因为你通过佛法的理解、哦、你转换了世界观的改变，所以你才会彻底变个人、嗯、明白吗？当然不一样的了、嗯哦、这样的意思啊，怎么会一样的、哦、我以为是一样的，我们都以为是一样的，整天说佛法佛理，但是师父一不开始我们什么都不懂。我不讲的话我不讲的话你咸菜跟青菜都是一样的，因为青菜把它腌一下就变成咸菜了哪一样啊，它的质的变化了，眼睛明白了吗？